哎，一腿，今天打一只手心龙怪呀，比我婆娘干的多。哼，啊，三十岁过生不收是骗人的，你婆娘不骗人，你把留在家了吗？屁这鸡一会儿打他出来，这门口这吓得龙翻的。要让人家宝宝走哪儿去了？龙妈奶都没看着了。宝宝上坡去了。哦，上坡去了，我还说来了厕所去，还没出来。妈妈到了，要落雨了。那把浪怪要落雨，昨天晚上我都看天气预报是阴天，不得落雨的。我看一下，你看嘛，15到19度，不得落雨。哎，这当真要落雨啊？都是黑了去了。哎，这哪个发信息哦？瑶瑶，快去喊你爸爸。人家一定喊今天晚上吃饭，人家一说人家姨妈生日，快去喊姐回来。妈妈，你跟我去吗？我怕大黄狗。哪儿有大黄狗嘛？那边。走，要让我娘去喊你爸爸。有点去黑了，早点去嘛。饭吃早点回来的嘛。这天天都在挖红苕，就是没有看到红苕在哪儿。净干些白木活了，挖了好多喽，收工的喽。来上课。哎呦，弄早的就收工，我才刚刚出来的。今天要集集三姑早上发信息，喊我们过去吃晚饭，我没得人看手机的，我刚刚才看到。我大意思上，大干嘛小干哦？大干的话我还照顾人气哦，这个饭不好吃的。你是憨吧？现在要戴口罩，你觉得可以大办不嘛？他只是喊我们自己一家人吃个饭就可以了。但是让吉吉今天满30，你咋个嘛？你得意思一下，给个人情噻。哦，意思我还找几百块钱才得到这顿饭吃。要干人情的我不去哈，我没钱干人情的。你不去算了，你不去我去。你去你的，我带着你啊。那你要拿钱我干人情噻。你还安言，你去走人饭，我拿钱给你干人情。喊你当家的嘛，你不拿钱我哪儿来钱干人情？你要去嘛，都要帮我把红苕扯了的，弄早了你去幌子嘛。哦，你要等到硬是弄吃饭的时候，你去吃现成的啊！你过去嘛，让姐姐弄饭去嘛，帮她来弄一下的嘛，真的是，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我就走了，去不？不开枪我走。找你哦，人家去吃饭，我就在这破盖挖红苕。哎，不对，那去还不是干人情啊？我又没得吃，那我不亏了，我要去把人情钱吃回来。脚洗干净穿鞋。耶，秋哥，你不是说你不去吗？你又在后头跟他回来吧子啊？我大意思生活了，可能不去。我好久没看到了，我可以看一下呢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硬是。快点呀，洗鬼没有让我。弄多盆盆，你把那个浇点水啊，硬是在这急啥子嘛？要接要用水的嘛。你洗你洗。哎，我穿这件的不好看不？我大意思生活了，穿帅点噻。人家生日关你穿不穿帅点啥子事啊？真的是，又不是你家婆娘生日，你弄激动的啥子嘛？我穿这身好看吗？你穿那好看干子嘛？我穿帅点嘛就可以噻。还不是为了你的面子，我要是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我们娘家那边亲人不是说你虐待我，真的是待我不好哦。等待我还在家把衣服化个妆的。哦，那我起码还等两个钟头。哎呀，给我10分钟，我就是化个眉毛就开走。对，你去干人情，男子把草干人情怪不脏的。有啥子脏嘛？真的是，你装的好多。500的嘛。嗯。还不晓得装，还是晓得送500啊？我以为你拿50块钱就去了。你呢？你要多煮两种米哦！我早上烧我都没吃就来了。哎呀，你硬是烧皮烧垮的。你好意思啊？空你手来一腿。你喊来吃饭又没喊拿东西，我大姨子，我是来看我大姨子的，又不是来看你。大姨子，一边你给找来。哎呀。哎，不是说今天是要生跟鸡同堂吗？你还没做完，刚才不做吧？别慌，还早。大姨子，哎，姐姐。哎，你在做啥？你弄了。啊、哦，哎，今天你生了嘛？该姨来干活了，你来干哦。我洗了双鞋。有啥活了干不了，我帮你干。现在还早嘞，等会儿喽，等会儿下来喊你。你坐那儿了。要得要得要得。姐，你洗啥子？我洗了双鞋。你也吃了烧饼了没有？吃了嘞。来，我啥子都没给你买。我买棒棒糖，我不洗这个哈。我跟你们说了，我不洗。别人不洗，我们两姊妹都不洗、啊。都不洗。我是乖呀，我拿你一年到头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我说一声，我说亲戚朋友，包括娘娘、舅舅，你啥子活都没喊，我就我们姐姊妹拍视频的一堆聚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都是新，我那个也买两个水一个。不，啥子不行？那你弄我咋要的呀？硬是。不行，我要新的话，我就当着全部都请了，那请不贵，晓得不？哎，一腿，今天大姨子收拾龙怪呀，比我婆娘干的多。哼，30岁过生不收拾骗人的，你婆娘不骗人，你把留在家了吗？
皮。你说不骗人了吗？那都听到我说要再锤你。哎，姨太，你拿出秋菊了吗？在哪儿弄？整出来试一下嘛，好吃我也到包山你卖。我得拿你一千，我都还没开得起的。你记好的啊，这儿帮我干活喽，我接下等到你，我晒的。哎呀，早晓得我刚干到吃饭才来的。你比我还算得精。